三月份对餐饮来说算是淡季，那么业者为了抢攻吃到饱商机，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优惠活动，其中让消费者非常惊艳的，有业者寄出最大奖，免费30天吃到饱。那么能不能中奖，要看你抽奖的手气。一刀切下小火烘烤的美国牛肉汁就快要滴下来，连锁业者抢攻吃到饱商机，三点蟹、凤螺、蛋菜，还有各式海鲜一次补。一整排炙烧鲫鱼吱吱作响，热气蒸腾的松叶蟹脚海鲜锅，或是泰式蒸生蚝，主打陆海空的美味，要推翻吃到饱贵桑桑的都市传说。业者寄出优惠，就是要占满消费者的胃。的总价值接近100万元，所以希望就是能够借由这样的活动呢，当然在小月的时候也吸引消费者能够来上门消费。三月节日少是餐饮业的淡季，业者为了刺激消费者买气，推出抽奖活动，最大奖 PASS 电子票券，30天免费吃把费，抽中等于现赚3.5万元。业者各出奇招，就是要你食指大动。将软嫩鸡丁大火快炒，染上焦糖布衣，再配上五颜六色的蔬菜，一道泰式腰果鸡，浓郁的异国风情，香味四溢。浑厚手劲倒出蒜头辣椒的辛辣，再加上灵魂主角青木瓜红萝卜，再撒上泰式酱汁，现在不用飞泰国也能享用一道道泰式美味。吃到饱餐厅还推出新优惠，让你吃把费还能抽3C。午餐跟晚餐餐期都可以吃得到，这个超过每个餐期有35道的泰式美味。那我们也预估，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可以为整个餐厅当月增加1成以上的营收。不仅推出优惠，还请来客座曼谷厨师推出35道南洋料理，配上经典菜色，一共160道美味，让你吃饱饱还能省荷包。记者陈玉荣台报道。